先往哪边？西天好了，选择形象。哦，我按照男生嘞。哦，这边可以选了，长得色可可爱爱的。来，听说没？移动。走没几步就要准备战斗了吗？画面看起来还行哦。我一人足矣，莫要多。随你，十六位皆身手不凡。每回合，眼灵都只有一。当玲珑蓄满时，眼灵。哦，这招也太强了吧！全秒哎、欸！下一波敌人，有连续加成、欸。哦，这技能效果很不错、欸。战斗完成。哇，这个守夜啊，这妹子好正哦！接引一次。我闻其妙而来。哦，来到了妙音鸟。来到边队了，上阵。多了一位角色，准备参战。后面还可以跳过战斗哎。还有战斗加速，拿到了这把杖，这个是主动技吧？调整站位，配置法宝，类似全屏大招那种的。好了，升到五级了，章节结束，编队养成升级，等级上限有绑账户等级的啊，哎，这算是突破，这种排版呢、啊、算是非常普遍的，很容易就上手了。五行三新章节，二之一，遇到敌人了。哦，最高可以开到四倍速哎，太凶了吧！哇，打没几关可以开到四倍速，这体验直接拉高了、哦，充满现代科技耶。攻略阵是什么？新手必看，新手阵容。新手推荐阵容：孙悟空、猪八戒、妙音鸟、雷公、电母，有这些啦。好啦，这边就到攻略啦，在线奖励，然后这个哦，公测福利吗？给的不多哎，我是要再继续玩下去才有福利吗？这边算是探索、哦，我要达到进度六，现在在下载啊，难怪那么卡。来到了进度五了，把这只打掉，二之一就结束了。魔化，这时候会不会有打不过的剧情？然后需要别人来解救，像什么手足角啊，还是孙悟空什么的。哦，这个 boss 可以哦，很有震撼力耶。整个视角也改变了，有一些东西也还没解锁啊，你看连暂停键也还没解锁哎。很多东西还没开放，用二倍速好了。有没有什么技能可以看的、啊？我这 boss 好凶哦！果然打不过了，拉四倍，赶快哦，赶快来救我！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打得赢嘞、欸，打赢了，险胜。玩到现在觉得，其实敌人普遍是挺强的哦、喔，因为我都已经强化突破过了，通过二之一，难道又是一招？
紫色的，哦，好带老鼠精，好带真品，最高是金色品质的角色了。来第四位，激活怜惜，半截观音，然后养成它，突破，应该稳了吧？加护是什么？激活？哦，我增加了好多属性了，为什么？是按照什么模式啊？见闻点数啦，那你只要一直做任务就行了、啊，就走主线了。孙悟空倒是没有看到，再战狐妖，二之二，好，二之二的话就不用再探索了、啊。欸，可以跳过欸，好爽哦，直接跳欸。我想说二之一很花时间，没想到之后就开始可以跳了。那挑战，这个叫小关卡吧，普通关卡都能跳，估计精英关卡是无法跳过的啦。太丝滑了，待会的战斗啊，你看这里就不能跳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欣赏战斗了。老鼠精有技能啊、哦！来，暗送秋波，把技能看过了，开四倍，开打。这个也没办法刷手抽啦，其实，因为前导剧情到现在这样子，其实还蛮长的。你要刷手抽会很痛苦、哦。然后这游戏好像很佛心哦，说什么每一天都有十组十抽自选一组，真的假的？有的话，其实也不用刷手抽了、啊，你自己选你要就好了。第二招，怎么卡不上去啊？哦，发现有点那个那个的，是不是因为刚开火的关系啊？二之三，这边也不能跳。又过关了，现在等级八了、哦。我是要打到二之几才有十抽？看一下，二之三之二，通关第二章才能领取哦，也太久了吧？充值金多少钱？六人民币哦，六块。是猪八戒坦克，所以加入帮会的话，我就可以免费充它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定的条件的、啊，如果是第一大帮会，当然有可能；小帮会的话，不太确定了。这个是月卡，双卡，人民币98，整体玩法就是这个样子了。不然本次影片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